XMAX 300是目前雅马哈首次搭载的新款 Keyless 锁头，那它的锁头部分呢都是以按压作为触发讯号，按压之后会有一个嗲声，代表现在可以进行操作。那按下去之后就可以进行转向，比如说我们开油箱盖，按一下，然后转，或者是开置物箱，左边的置物箱需要透过锁头控制，所以也是一样，按下之后开到 open 的位置，有点类似汽车的 ACC 功能。那再按下置物箱的开启，它就会自动打开。